叶哲凯说富邦银行，因为我觉得那个 USB 太帅，想要。那请问一下哈，这个2019年的部分，现在还有揪团活动哦，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来跟我领的就只有一个，所以我要送七个，然后等于是说现在进来来参加活动的都有机会可以拿到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财神爷 USB 随身碟，好，好不好？在这里非常的可爱，对，真的很想要的话，请你们好不好利用这两周赶快来开户，好，开户的话一样就是。台北富邦银行给我20个，然后我上次送去了13个，现在还有7个在我身上，这个是他们给我的。好，所以你真的如果想要这个商品的话，真的麻烦你们就是来参加宝可梦活动，就是 USB 2.0 比较可惜，它不是蓝色的，对，但也还是非常的可爱，就是非常的有福气。好，所以如果您自己真的很想要的话，赶快把握这个机会。因为我这一季如果送不出去，下一季我会照样送，但是你们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，跟所有的信用卡活动一样，所以想要的话就赶快开户，然后赶快完成任务，拿到你的400点的这个全家礼券，那就可以来跟我领这个东西。这个基本上就是前7名都有，好不好？只要低于7个人来跟我领奖，那就是人人有奖，超过我才要抽奖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财神爷的 USB， 今天要把握机会，今天直播结束，赶快立马就是跟我这一团。